卢沟桥那地方，啊，坐车先跑这个来，这往这干嘛？这简直一天到晚的嘛，那个比这完没完没了了，这左去了这。五天。你照照你照我。哎，也比上房事儿。被人打着对方刑拘，给我弄自拘。慢慢给你放44个人，最后一个放我，准知道我要找麻烦。那这弄小保安5、6个给我撕了，你想不想走吧？怎么就给你撕了？顶，以什么为理由啊？后边记了2个电话号码，他们是同教的同屋的人呢，给我记两个电话号码出来给打电话。他他干嘛的呢？这就完了，不行，这。这怎么弄的？就为这么点小事儿，背后记两个电话就给我撕了。他真知道我要找麻烦，他们这一手策划好的，最后一个放我，完了再给我他妈的给把这玩意儿撕了。他干嘛？就算了，我操，来个吧。丹东市望陵尾江家文，哎，谢。差的。对，没有用了，你不可能打了，操他！